请问你知道什么是捏面人吗？知道，可是没有很清楚。有听朋友说过，小的时候好像。那个可以吃吗？在我们的调查中，大多数的民众对捏面人都没有深入的了解，那就由我来带大家欣赏这变化多样的传统技艺吧。此次我们主要的目的有：一、推广捏面人文化；二、分析捏面人现代市场；三、了解民众对捏面人的认知；四、与店家进行合作并且推广；五、将分析结果提供建议给予店家。我们此次作为研究的对象是黄秋天老师的创意捏面人摊位，而商品主要是以卡通以及吉祥物为主，并且结合现代热门的话题作为捏塑的对象，价格落在100元至490元之间。而根据我们实地访谈店家的结果，我们得出民众消费的价格大约是落在300元左右，而年龄层主要是以5岁至12岁之间。虽然外国人对于捏面人特别的感兴趣，但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人潮陆续减少的情况，因此店家也希望透过此次的专题计划来达到宣传的效果。问卷调查中，我们总共发放了250张问卷，其中214张为有效问卷，36张为无效问卷。而从结果得知，大多数的民众主要是因为亲友介绍而得知捏面人，但深入询问后发现捏面人的由来以及使用的材料鲜少有人知道，其中有3/4的人更是从未买过，主要原因是不实用。但如果样式往创新的方向前进，或许就可以引起新的商机。通过课程所学的商业概论，我们将 SWOT 设计成了表格，树脂土保存不易损坏的特性成为了捏面人的优势与机会。 DIY 活动能让民众透过手作降低劣势并且增加机会。变化多端的样貌成功化解了现代厂商带来的威胁并且增加优势，而经营风险较高成为了劣势以及威胁。根据问卷结果以及课程所学知识，小组为黄秋天创意捏面人推出了6项行销企划。影片的部分结合数位影音剪辑以及处理实物课程，制作了动画以及形象影片。粉丝专业则是利用网络社群应用与实物课程所学进行经营。 LINE@ 的部分主要是透过行销企划理论与实物课程启发进行着手经营。代贴图创作是将数位影像处理实物所学的 Illustrator 进行创作发挥。最后，专属网页则是利用课程所学的网页设计课程进行制作，将所收集到的所有资讯放入其中，让访客能够一目了然。统整出结果后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大多数的民众得知捏面人都是以口耳相传为主，因此我们利用社群以及网络来让更多民众发现，而民众对捏面人的价格定位较低，因此建议店家提升样貌以及包装的精致度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告，这样大家对捏面人是否也有初步的了解了呢？